但是你穿和服啊，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吗？ 对，类似于拍照的啊，可能是一些。如果你穿汉服来，我绝对不会这样说，对吧？我想有什么理由呢？涉嫌寻衅滋事，好吧？是我们穿一个衣服。好吧，那你们跟我们回去吧，好吧？走走走走走。